家好，我是空姐二七头。这一次呢，我来到伊顿自助婚纱的新竹门市来拍摄我的孕照哦。那他们很方便哦，就是你只要人来，那他礼服啊都会帮你送到你想要拍摄的那个摄影棚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参观一下他们的婚纱。自助婚纱它有一个很方便的一点是它有专属的 APP， 你可以下载，然后在首页这边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自助婚纱啦，还有各种的包套，像是全家福啊，或者是海外旅拍啊，有各种不同的方案，你都可以直接自己按进去看。它这边呢也都会有写上价格哦，非常的公开透明。下面这边呢也会写得很清楚的包套的内容，如果你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啊，它也是可以做客制化的需求。然后你看完之后呢，你点回首页，然后这边下面呢就有一个预约咨询，然后你就可以预约到离你家最近的门市，先去做一个咨询，或者是你想要的包套的调整。那像我这一次呢，就是自己有准备了一些便服的孕照拍摄，但是呢，这次在伊顿自助婚纱还是有租到他们一套的拍摄孕照的礼服，但是呢是非常有风格、比较不一样的孕照哦。那你们待会就期待一下吧。耶，画好了。等一下呢，我先来去换我的第一套衣服。那这一套孕妇装呢，是我自己从淘宝上面买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美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就穿给你们看。这个是我的第一套，它走一个就是有点针织的路线。好，等一下来看拍摄的状况啊。嗨，我的摄影师们。这样子就可以看出来谁是真正的摄影师，有没有？真的摄影师就在那边。哦，来了，等你等那么久。然后其他人比较小咖，就说：“哎，老师你好。”来，这一次我要没有，他近一点，近一点，你要用你的相机挡住你的脸。他刚刚这样子，画面就切了。他说用两只手。白色西装就有一种婚纱，然后又酷酷的，又好像美美的感觉。这次呢，就完全没有穿到那个孕妇婚纱，因为我就觉得挑战一点点不同的 style。这个窗边很棒哦，就是有一个白纱，然后那个光线，还有那个阴影。现在我们来换到这个白墙。你去拍一拍政策吧。再一次啊！白西装刚刚换了两个场景，然后现在还有第三个场景是否白西装？我们也要用一个什么东西。
舒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要再录我了，我没有注意到了。你要去买菜啊？还是你要去卖菜？嗨嗨，儿子来了，你有没有说嗨嗨？嗨。你想拍照吗？要。你要吗？要。换到第三套，然后呢，终于有比较保暖一点的，加了一个粉红色的毛衣外套。等一下，儿子啊，儿子，站起来。玩具的太古达人。哇！来，你看我，你看，像我这么灵活 ，OK？ 我应该去上一些表演课，对不对？这样好像才听得懂那个摄影师在讲什么，惊恐加一点可爱。天哪，刚刚在门市才看到了，听说是昨天才刚进来门市的新的孕妇的礼服，哎，这件真的很美哎，好漂亮哦！而且刚刚啊，化妆师直接帮我巧手缝了一下这件礼服，马上我就可以穿了耶！搭配刚刚其实犹豫很久的这个珍珠的长耳环，超可爱，我觉得很有气质。哎，我觉得这件可以订，你有看到的人就马上去划。他不晓得官网可能搞不好还没有上，你可能要询问一下哦。好，赶快再去拍下一套。我可不可以一个楼梯？楼梯？楼梯？听个逻辑，不然都转场。你也听着逻辑啊？每一个人都是听那个。没。Let it go。不好意思，明天啊。刚好，刚好。现在这个是第五套，来猜猜看这是什么样的造型？会需要到这边有一个蝴蝶结。我为什么外套脱掉了？又说来了。你看妈咪的尾巴在哪里？尾巴在哪里？屁股要多一点，对，不要跑掉。我都被青色走了。啊，你比较性感。来啊，好，来。没有什么逼我拍青色。哈哈哈哈哈！开玩笑的啦！来，屁股端一下。Do you want to dance？ 妈咪美不美？美。美。美。哈。变身花魁，酷哦！期待最后所有的完成的照片。今天真的是蛮累了，到刚刚的兔女郎，我觉得因为兔女郎那个高跟鞋实在是太高了，没有什么支撑点，然后就觉得好累哦。
好，那等一下就是头发弄一弄，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套啦，隐藏版的孕妇花魁。你不能搞得像义卖好不好？你要那个感觉，那情绪给我。阿玲，阿玲，酷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个。Oh my god， 终于拍完了，我都要醉了。好啦，记得订阅《空降一等》，我们就拜拜了，拜拜了，已经语无伦次了。好啦，我再把成果照呢，就是贴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大家就是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留言给我，或者是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最喜欢我穿哪一套拍的孕妇装，那就记得订阅空姐爱气头，我们下次见喽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两串，就是要这样。你现在拿的那个是什么？是那个叫做什么？加冕仪式哎。